你家己干嘛讲你准备好啊？人不一定准备好，要讲出来呢。家人才是永远。是不是你们又做了什么奇怪的检查？不是你想那样，还说不是，叫你们院长出来，叫你们负责人出来。岳医师，你不是有跟我保证你会治疗好我们家萱萱吗？何保证？好了，我这种啊，关系给老对啊，这就是你跟我无相关的所在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生命捕手。